三立新闻网，你们会不会觉得是说他曾经参与了716游行，导致民调下滑，还是是柯文哲之后他也面临了一些违建争议啊？果然是三立的记者啊，优秀。柯文哲的民调到底是上升还是下滑？我想只能由柯文哲主席啊自己来回答。不管是上升的原因是什么，下滑的理由是什么，我们都不会啊多做臆测，不会用放假消息、做假新闻的方式啊来臆测它到底是上升啊还是下滑。违建的争议，我作为违建当事人，我拍得干干净净啊，我也很感谢啊三立新闻网的朋友树叶匪蟹监督我家，我也要提醒三立新闻网有没有用一样的标准去检视其他政治人物的违章建筑，还是遇到绿色的避而不谈，遇到绿色的甚至出来洗地。